主料白砂糖500克，辅料水210克，柠檬5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500克糖和柠檬一个，糖放入奶锅中，加210克水，柠檬切片去籽，放入锅内，开中火煮开，煮开后转小火，煮至糖液起泡，柠檬变色变稠，大约40分钟关火，取出柠檬可直接食用。糖浆放量即可装瓶。烹饪技巧：煮糖浆的时候一定要开到最小火，慢慢的熬煮，全程不用搅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